太好了，哎，这个是要拿一个什么概念？当然可爱啊，因为那 Hebe 是要尝试比出来，我们拆这冰淇淋，可以，可以。好，一人一边哦，欢迎我们代言人来到现场，欢迎 Uber Eats 这一次应该都点得到的全新代言人，欢迎炎亚纶，欢迎 Hebe 可不可以？欢迎唐启阳老师，欢迎。好的，我们邀请三位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全新代言人，我们还有两位代言人哦，就是百万这个 YouTuber 订阅的这个阿弟跟弟妹，所以邀请五位这个社群力量非常广大，而且在各个不同领域都有非常优质表现的代言人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好的这个平台。那请亚纶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各位相信也是 Uber Eats 的用户的大家好，我是亚纶。欢迎欢迎亚纶。刚才听到翠说这个一个月用九次。是，就是不止啦。你说高度频率的重度用户，对对对对，你看一天就九次，一天就三次了。哇、哦，一天三次，对，三天就已经完成了。是是哦，好的好的，欢迎 Hebe 田馥甄。哎，大家好，你今天 Uber Eats 了吗？哇哦，对，好的。那刚刚有些朋友可能早餐就已经 Uber Eats 了，我也是，哦、没错。好，唐老师呢？大家好，我是唐启阳，看得出来我是用最多的吧？感谢 Uber Eats。我们刚刚在 chat 里，chat 可以点得到幽默吗？可以，你想点的话。对，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刚刚在那个 chat 的简报当中，我说我们在那个炸鸡的这个点购频率增加，我想唐老师功可没哦。唐老师，对的，好的。那当然今天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三位代言人来到现场，我们特别拍了这个非常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一次的活动主题应该都点。到的影片，我们邀请四位一起欣赏。好的，我们左右两边都有荧幕啊，来，我们往你们的我们以右边为主啊，大家往前一小小步。好，右边是你们的右边。好，我们应该右边的荧幕为主。对对对，所以要往左边站啊。对，好，来，我们靠近一些先啊。好的，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的全新影片喽。你要点团圆。对啊，因为对。就是团员比较难帮你找到真的适合你的，帮你点饭团。我觉得这一题就到我这边为止。OK OK， 好，饭团都有啊、哦，要点两个老婆也是。对，两个老婆点得到吗？对，比较难啦。你可以在群组里面叫他，两个老婆点不到，但腰果点得到，好不好？对，他有群组。可以点到腰果，但点不到小腰果。也是是的，所以我们就会帮你做准备个人小火锅啊、哦。但唐老师的需求最简单，唐扬鸡绝对都有，好不好？而且不同口味。是的，所以这一些需求在 Uber Eats 上应该都点得到。突然我们怎么有人怎么样？怎么在哦？现场在我们记者会的时候，哎呀，点外卖是不是？好，应该是啊 ，Chat 点的是不是？特别帮我们的三位代言人准备了大礼包哦。好，这个大礼包是送给唐老师的。唐老师，好的，那看看这个大礼包是送给 Hebe 的，谢谢，谢谢。好，唐老师，往你的左手边小小步哦。好，来，我们请 Chat 站在这个 Hebe 跟这个亚纶的中间，来，我们交换一下位置。好的，谢谢。好，我们在这个大礼包当中啊，大家有些瞥一眼，对吧？老师，我看一下哈。我真的有点懵神。对，我们先不仔细说，我们先让你瞥一眼就好。但我们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哦。好，那个 Hebe 里面也是我们的 Chat 特别针对你们的消费行为帮你们选择的哦。是，也看到这个亚纶外面有露出一些只有我有绿色的东西，对，很好，对，好，我们待会儿呢，我们先一起拍一个合照，之后我们再一一揭晓大礼包里面是什么。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麦克风，谢谢。好，我们四位靠近一点点，我们往前面一小小步啊，靠近一些些，我们看正中间，一起来拍一个合照哦。好，正中间官方摄影这边帮我们看一下。好，麻烦四位的右手边帮我们看一下哦。四位的右手边，好，来四位的左手边也帮我们看一下。好，我们今天是 Uber Eats 的这个全新的品牌活动上线哦，应该都点得到。来，我们再看正中间。好，我们希望在大家的表情上面可以呈现出 Uber Eats 可以满足大家应该都点得到的所有的需求。好，中间。好，来正中间官方摄影这里，再帮我们看一下。来中间天左，中间天左下方。好，右边下方。好，右边后方。来这边站着。正中间天右。好，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拍照环节哦。好，左手边下方。
合作了，谢谢。好，我们再一一来请这个林雅伦，还有这个林富正，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好，我帮你拿麦克风，你拿里面的惊喜好不好？ OK， 好，我们来交换一下。好，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你里面有什么？香菜。香菜。这个香菜软软的。哦，软软的哦，那可能就是它出来的一段时间。对对对。是，为什么特别帮准备香菜？因为我是一个香菜的拥护者。那我今天来到这个记者会现场，我找到了同伴。哎呦，听说左边这位师姐呢，也是，是不是？是香菜拥护者。太好了，我们知道香菜都要炒一盆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不对？有很多在我们以前有很多的特殊的调味料。那真的是抗癌圣品啊！对，大家多吃哦。没错没错，延皮又发挥了要教导大家很多健康的概念。好，我们只是建议哦，还有什么？你们是不是还有冰块的这个制冰盒？因为夏天要到了，所以这个制冰盒影响大家应该也是很需要。对对，尤其像唐老师这样易热体质，哦，他可能不只是需要冰块，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哦，冰枕之类的，还是发烧友，对，发烧友的，是不是？是我们还有一个这个 shake 杯，对不对？对， shake 杯可能是跟我最近的形象有关系。是的，是的，这个 shake 杯有点好的，不知道 shake 什么。对，可以 shake 很多果汁类啊，可能当乐器来也可以。哇，摇铃太棒了哦，结合一些音乐，所以这个是特别帮这个亚伦，就是根据你的需求所准备的啊。好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富真手上的是什么，好不好？我的有电扇跟是，这是什么？反正就电扇。对，可是餐店是，我喜欢大自然嘛，喜欢野餐，然后野餐的时候有一个。Uber Eats 可以点到三明治，对，非常的符合我的日常。是，所以这些都是专门给如果你爱爬山、爱户外活动、爱露营、爱野餐，跟大家聚会这些都很适合啊，是好，非常贴心。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唐老师这里面有什么呢？这是一个电风扇，是，而且是可以挂在脖子上。哎呦，所以各种的哇，这种就很棒，对不对？所以你哪里热吹哪里，把这里吹一吹。对呀，脖子里面流汗，要不然妆容都会花。然后还有。唐扬鸡哇，所以要什么？老先生是唐扬鸡的代言人了，是不是？不是啦，因为我的 partner 是在唐扬鸡酒店。对，我知道。我说，因为我们是针对每一位这个消费者的使用行为，我们特别准备的这一些很可爱的大礼包哦。而且你刚刚是不是也看上了 Hebe 手上的三明治？没有，我有说，如果他吃不下，可以。可以，对对对 ，OK， 女明星要减肥。对，所以你看 Uber Eats 很棒的是，不但可以自用，还可以送礼。我这个时候是老师，对，他是专家，专家哦。好的，那我们先把大礼包来帮这个三位贵宾收一下，然后我们再把麦克风交给三位，我们来好好聊聊天，好不好？好，好，老师，好，然后非常尽责的，要帮你开店吗？好啊。那你因为头发太长，可能怕卷进去，还是先拿下来好了。好，来，麦克风，我们一人一支。好的，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三位代言人来到现场哦。那当然，很多的朋友们真的是 Uber Eats 的重度使用者。先来问一下三位，你们觉得外送对你们来说，就是生活上占有什么样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没有了外送，生活会有什么影响？亚伦先好了。是没有外送的话，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对啊。哇，我可能要被逼着去学做菜。哎呦。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老实说，工作太忙的时候，你很少时间可以准备自己的餐点。是。很方便，就拿起来，然后点你自己想吃的，对，也永远不用去吃到自己不想吃的东西，对啊，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文明的幸福吧。是是，而且你要光是选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也很疗愈啊。对，我今天吃这个，我待会晚餐吃这个，换这个这样。但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天秤座跟处女座不能当主要的食用者。选择困难，等他们点到都已经饿扁了。从早餐会点到晚餐。选择困难了，是吗？对。点到时间饭点都过了，要带你出来的。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点到后来生气了，不知道该点什么算。是，真的。他有机制选可以帮你，有对不对？是，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是对。那 Kimi 呢？对你来说，外送对我来说就是很贴身生活的好伙伴。是，对，因为像我今天早餐就点也是点外送，然后有的时候晚餐你还没有，它可以让你很准时的吃饭。是，因为晚上如果我们在交通上面还没有到家，我就先点了，所以到家就可以立刻吃完，马上热腾腾，我觉得很方便。对，而且真的就像你想吃任何的不同料理，马上都帮你准备好哦。老师啊，老师外送你应该是非常也是常使用的重度使用者。对，每一餐都用啊，我
我就可以不用出门了，我也可以不用打扮了，我也可以不用化妆了，对。然后家族聚餐也很方便，对，我可以点很多家，各种我喜欢的菜，通通都摆在桌上。是，而且还不会累到某一位家人，对，哦、啊，都是他在备菜，都是他在炒菜。因为我们一家十五口，是，真的是一个大工程。对，所以后来我们就专心聚餐。对，太方便了。你就是刚刚蔡说的那个辛苦的三明治族群，要照顾上的，要照顾下的。哦、oh. ，对，那所以老师在 Uber Eats 上最常点到的美食是什么呢？我，对，我都是点，当然是现点现吃。对对，而且那个很夯的炸鸡，对，就是人家要排队，我就不用排队。哦、oh, ，真的真的，那个店里面要等很久，是，那我就直接预定了。没错、嗯，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在品尝美食的时候可以抢先一步品尝到、哦。那 Hebe 比较常点到的美食呢？比较常点到的是，像早餐是饭团啊，或者寿司啊，寿司，哎、欸，很好，还有都点的不一样的，可以点到那个，我们是要最清楚的这一番吗？也可以帮你点个，那就我们，那就我们本人去教你了，寿司跟陶老师可以教你寿司，他给你一个寿司，还有什么那个银耳，那个是鼎泰丰的银耳四宝汤，对，四宝汤，对，然后还有什么？其实我有点过传统市场的。有，对，早上、中午就是市场还没关之前，其实你要买传统市场的菜，对，其实都很方便。而且他们那种传统市场的小店的那种，尤其像是那种杂货小店，对，它有很多的食材是非常跟一般的超商不一定会出现的，对，这个偏南北货、啊，没错没错，只有传统市场有。对，所以如果要做自己做粽子啊，要做什么的这些食材，他就帮我，没错，来卤鸡脚。对，有鸡脚也有，老师也老师，刚刚不是吃过了吗？不要这样，哎、欸，有了 Uber Eats 之后，自己饿了以后会不会再想吃？是嘴馋嘛？好，那亚伦呢？最想点什么、我觉得上述两位都讲得非常好，不管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应该都点得到，对，几乎是都可以点得到。但是我热衷另外一件事，什么事？我喜欢在就是点完之后跟那个外送员有一些对话。你是不是很孤单啊？真的。我会说真的谢谢你辛苦了。然后雨天的时候我就说真的要小心开车或是小心骑车。你会超写在上面。对，我会在这个他有一段时间会开放留言嘛？对对对，我会讲这些。就是给他评分的。对对对对对对。我都是直接给小费而已了。哇，真的很感人。我就是为了避免要给小费，所以就是贴心的话。一个是用实质的交流，一个是用心意交流，对不对？对，那也要问一下三位，有没有 Uber Eats 在你哪一个危急时刻，它解决了你当时的需求？因为我们吃的、喝的、用的都有嘛，对不对？你要有吗？比如说缺生活用品的时候，是我记得，因为我用卫生纸用得很秀，哦，所以会常常会流汗，是，对，然后所以就是会有时候不小心用完没发现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叫大量的卫生纸回家，没错，而且还不用自己提，他直接把它送来，是的，而且像你那么怕蟑螂，你可以快啊，然后快来，如果有一个服务是可以。帮忙抓蟑螂的灭虫，我觉得会提升30%的营收。考虑一下，大家处理一些家里面的恐惧的事情。哦，好，来 Hebe 呢，有没有什么让你解决危机的时候 ，Uber Eats 发挥很大的功能？应该都点得到的，像充电器，手机充电器，因为你要先把手机充电了之后，你才可以再点下一次的 Uber Eats。对。真的，如果临时手机没电，是有时候我们出门的时候突然忘了带线，对不对？这就麻烦。对哦 ，Uber Eats 就可以帮助很大。老师呢？厨房纸巾啊，橄榄油啊，说大不大，说重不重，是送到家。哦，我觉得这个很棒。对，这个都我们还不用就特别去。那哥，我觉得谢谢你们啦。那么重的东西，谢谢外送员，我觉得这个心意很重要。是，那因为 Uber Eats 对大家来说，目前就像神灯一样。如果我们可以跟 Uber Eats 来许愿，许一个天马行空的愿，你们会希望它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功能可以提供大家的需求？怎么样？帮我们家咪酱洗澡。洗宠物服务是你说洗宠物，然后 Q 他来家里洗哦。如果有这个服务，是会点哦。哦，所以米长就可以这个不用出门就可以香喷喷。我觉得这可以另外开发 Uber Pets 也可以，对，或 Uber Bath 都可以。所以我也懒得洗，就是派人太懒，这样不行，这样太麻烦。什么长照3.0？有找到老龄化，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虽然目前没有办法，就是你点到
到有人来家里帮你讲洗澡，但是你可以点有帮这个，就是如果宠物不爱洗澡，它有个可以不用水的那种泡泡，弄上去之后用布擦干就可以了。干洗澡可以点得到。就可以啊，现在可以点得到，Uber Eats 上就已经可以点到，真棒，真的什么都点。对，所以我们尽可能啦，找看看未来我们这样的。你知道我前一阵子用那个补光灯拍照，对，然后朋友就说我要，我就然后他们说 Uber Eats 上真的假的？补光灯有，对，有，连补光灯都有，好适合给明星哦。电视买。不用，你要不用跑去夜市，现在不用，你不用，你不用剥夺我去夜市的乐趣。是，那妮妮呢？有没有什么这天马行空想去？天马行空的话，如果独身女子的我，我觉得应该是水电工吧。就比如说你什么灯泡坏掉，这么大胆的直接说，灯泡坏掉或什么东西突然坏掉，你就需要有一个人帮忙你去解决这个生活上。你这个跟我那个打蟑螂可以合成一个公司，对，然后跟 Uber Eats 就配合作。你看现在 Hebe 征求水电工来家里，现在可能很多人要转行哦。对不对？我们立刻转行去研究水电工的所有的细节。对。但是虽然现在没有办法有一个活体水电工到你家帮你修水电了，但是我们可以在 Uber Eats 上点到水，就是水电工五金。五金。先把这些东西准备好，我们再请人来帮你修，好不好？买得到，买得到。还有三 C 的小家电都可以。那亚伦呢？从刚刚对话你知道我是非常怕寂寞，是。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过年过节的时候点得到陪伴的人。比如说打麻将缺三卡哦，你缺三卡，你真的很寂寞，真的，人家缺一卡而已，对呀、啊，还是三缺一而已，是缺三卡的。在比如的时候，这边有缺五个空位，啊、哦，好神秘哦，因为要点团员，又要点那个陪伴麻将三卡，对，好累哦。那之后两个算两卡，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应招，对，还可以，是好朋友，要不然就是你把外送员留下来好了。外送员留下来，就在付他中年费，这没办法，也是对。你干嘛、啊？好，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未来，虽然说 Uber Eats 上你们刚刚天马行空的不一定点得到，但是我们可以点美食。虽然一个人吃也可以吃得很幸福很澎湃， 对不对？好，那当然我们在上面就是 Uber Eats 应该都点得到，我们要给三位一些小小的测验，因为毕竟你们三位都是非常就是资质。非常聪慧，而且就是非常就是灵机应变的。哎，他一直在那种沙发好紧张。对呀、啊，哎，金钟职人呢，还有那个歌后都在现场。我们来有一个小测验考考你们，好不好？来，我们三位往前一下下步。那 Hebe 跟老严一对，好不好？好，来，我们三位老师跟我一对，我们把这个题目跟解答放中间哦。我们要出一些情境题，让这个三位来选一下答案，好。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热，老师这么怕热，如果在这个时刻冷气坏掉，摄影机跟头，半夜没有水电工来帮忙修理，你们会在 Uber Eats 上点什么解决那个已经热到快崩溃的这种状况？都选好看一看啊、哦！哎、欸，没有拿麦克风就讲一些这个好玩的，这要抢吗？好，来，请选择，老师先选择你要的答案，这个。好，两杆湿纸巾，一笔也选一个。两杆湿纸巾，怎么样？怎么样？狂奔的，两杆好，来，要人要选什么？我没有耐心，直接这样解决。我喜欢选这个，好不好？冰品啊，对，好，各自讲一下需求度，对这个需求度有多高？老师，哦，这个很高，我平常就会准备了。是，对，那尤其是那天晚上，这个很好用，非常好用。对啊，擦了就凉了。是，而且它可以凉很久。对对对。那我们拍戏啊或演唱会的时候，这个都超级好用。然后也可以把好像有清洁的功能。对对对对对，这个好。所以你要选择瑞士哦。对，如果完全没有冷气的状况，就是来不及修的状况，就选择是这个好凉湿纸巾。来 ，Hebe 选择的是，我选的其实跟唐老师差不多，是凉感喷雾。对对，就是让你当场降温。是，而且那个降温还可以，就是不管你要喷哪里，可以喷背啊，或者脖子四周啊，那个降温速度非常快啊。哎，亚伦，冰品啊，是这个是从里凉到外面的，对，有的时候你会吃到头痛，对，多好，然后再点一下止痛药，对，你看我们完全的这个生生不息的这个 Uber Eats 的这个声音就来了啊、哦。好的，来，请把案再贴回去。嗨，这是第一题，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境的时候，会选择的重点啊、哦。那第二题，因为现在这个疫情趋缓了。那大家说的交通啊，或者是这些都解封了，旅游机会就多了。如果有一天你在半夜整理行李，隔天是一大早，完全没有机会去，发现如果今天少了一样东西，来不及买，该怎么办？
你会觉得少哪一样东西 Uber Eats 可以帮助你的需求，然后让你满足，就是哇，我出去玩不会有少一些东西的感觉。老师有看到吗？我应该老师，你不要一直只选那一块，你懒得走过来，对不对？没有，我跟你讲，折叠风扇我自己都会带，是，那电池还要拿出来，我都懂。我你要想说，就是打开说啊，我少一件东西，我要怎么办？我如果会少，应该是少这个吧。哦，我平常不太用，但是出国的时候会用。对，我们在飞机上啦，高铁上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好好休息。对，那就可以临时赶快。对，我们刚刚想说，哎，会不会选择化妆品？因为怕都没化妆还怪不过去。我的化妆包是一箱。哦，一箱完整的。对，因为我也是去，就是我早上第一班飞机，我没有画眼线，然后那个因为我觉得你是不是整形？觉得不是我，还找来三个海关对我的脸，然后看我。回三四天入境的时候，我化好妆，他就说：“哎，遇到同一个。”他说：“哦，没错，是你。”我真的谢谢这位海关的认可。好，那来 Hebe 会选什么呢？选沐浴用品吧。哦，旅行组啊，既然是旅行的话，就旅行组。对，就自在长途飞行的时候，就想要洗香香啊，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对。亚伦迟迟不选择，是仗着自己是京东主持人。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是可能大家忘记，就是 Uber Eats 是 globalized 的一个 app，所以你只要打开你的手机，是，你就可以点到所有以上的东西了。啊，还这样吃吃傻傻在边睡呀？在一样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唐老师一样。就是很老实的，对，我们是走这个叫做实体游戏，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好乖好乖，你这个人太不老实了。这亚伦就是聪明的机智选择，我们是拿机智网出来，对，对我们又有这种更有全球的概念在其中，真的。有了 Uber Eats 之后呢，不管你是在什么时刻，然后什么地点有需求，应该都点得到。好，好的，我们再把答案贴回去好吗？好，谢谢。好的，那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看板啊。三位来中间再集合一下。这看板今天用完就没用了，是不是？你有需求吗？你这么孤单吗？对，每天看板回家自己拍，跟看板自己玩，还自己问自己，我现在好想喝水阿姨，还得把钱。可以好的，好动啊，好不好？还自己帮他们换衣服，好呆的感觉。好，那当然，我三位这个代言人都非常聪明，都答对了我们刚刚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要跟所有的消费者来下战帖。我们有一个大型的广告看板，从3月16号到4月30号，在台北市政府的捷运站，就像是我们面对这个舞台的后面这边的大型广告看板，上面有一个超长的免责声明，里面藏着的优惠码。你扫一下，3月16到4月30在台北市政府捷运站，你扫一下，就有可能就是立即享用，就是生鲜杂货是9折，然后美食外送是8-5折。那3月16到4月15是在台北的民耀百货以及高雄的美丽岛捷运站，去扫一下，找一下那优惠码在哪里。会不会其中一个优惠码一扫之后是唐老师帮你送？好，那这太棒了，那就是真的是应该都点得到，应该都点得到。我直接要告诉你说，你买我也应该就快要瘦了。对，好超远，但是一点这个就代表你现在的运势可以吃到什么样的食物啊？好，我们要再次谢谢三位代言人，谢谢大家。那我们麦克风收一下，我们再拍一个合照，好不好？好。好麻烦三位，我们先看正前方。三位嘉宾这里哦。那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哦，我们待会儿呢，在一面拍完之后呢，我们的电子访问跟平面访问都在台上进行，哦。好，来正前方的左手边下方。不保。好。来，麻烦再往左手。好，我想说，这个是要拿一个什么概念？非常可爱，好 U。那 Hebe 是要尝试比出一，对不对？好，是要比 S 哈。好，来正中间。中间这里啊，中间这里二三。再等。我们应该换一个，让大家感受到应该都点得到的愉悦啊，好不好？什么？耶，都点得到哦。来正中间。好，右手边下方。正中间，正中央，好，来官方这边，啊，正中间官方摄影可以看一下，好，来左手边帮我们看一下哦，左手边，后面，来这里，好，这里，好，来Hebe 的头发稍微，哪里，好，刘海，等我一下 ，OK， 好，好，来最右边，右边，好，
这边。